加重修上绿色，能舒缓紧张。颜色能影响心情，外国有色彩心理学，以颜色来达到身心治疗。有说绿色能舒缓紧张，平静心情，但全屋修上鲜绿色或会适得其反。因为视觉系统中其中一种视锥感光细胞对绿色敏感，如果家中大部分墙壁修上绿色，长时间注视会令该感光细胞保持活跃，令大脑疲劳、头痛，甚至出现残留影像，影响事物的清晰度。除了绿色，视锥细胞对红和蓝色也甚为敏感，所以家居大部分墙壁修上这两种颜色也有明显影响。而黄色亦会刺激红色及绿色感光细胞，建议家居修上粉色，柔和的颜色能减少感光细胞的活跃度，避免眼睛不适。此外，除非家中有长者或视障人士，否则墙身颜色不宜对比太大，